抓深海旗鱼串。干嘛踢我啊？我是动一下脚。又踢我？屁呀，哪里踢了？不要动了啦！好了，快点呢、欸。久哎、欸。好了，谢罗哥。谢罗。哎、欸，乐华这边好多摊都要排队哦。哦，八九来过吗？乐华。乐华。他在做沙威河哎、欸，他刚在做沙威河哎、欸，沙威河刚刚自己在繁殖哎、欸，看，超屌的哎、欸，好可爱，我家也有一只狗。哎呦，这你再多吃一点，我不要不要，我吃这个。谁说不能打乒乓球的、啊？对，那还干嘛？哇，好弹哦！它的鱼蛋卤的够味。那你怎么全吃完了？都没有。我问你要不要，你不要。你哪有问我了？刚问你啊！你屁啊！我要问你啊！你哪有问我？什么刀？我在你面前问你要不要吃？哪有？那就这样，然后就继续吃臭豆腐。哪有？刚刚就是刚刚。你好。我在睡哦。聊天室都没听到。你要学陶喆？对嘛？大家都问号。我想问啊。哎，鸡蛋好吗？我知道了。是问隔壁排队的小姐要不要一次一次？明明就是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哦，那鱼蛋。绿宝怎么吃的热热的？我是四肢感觉偏瘦，但我肚子其实……我也是，我也是有小腹。它的辣椒真的超好吃的，这个大推。那鱼蛋真的很好吃哎，不超好吃的。那我要推销给他们鱼蛋，一只多少？30。哇，好多人啊，好多人啊，怎么变那么多人啊？看一转眼人也太多了吧。变瘦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食物交给旁边的人。好吃，吃有点撑。先走。干嘛啦？一直撞我。这叫做。那个体重转移之术。哦，我先没有，我差不多要回去了，因为那个我们那个谁，安妮很累。你在这附近吗？你在这附近？我现在还在啊。那我可能顶多陪你买个鸟蛋了。乐华的。以前地宝真的很瘦，因为我现在也很瘦啊。因为我想说，你刚刚在工作就不吵你了。手续先撤啦，拜拜。你还要吃吗？慢一点。哦，闹钟响，闹钟响了。哦，听到声音很噪哎。